到底京东有画图？前头之灾，咱真就请领袖真姊妹来为咱读经，这个前头经文，然后就请赵牧师来为咱前头对目是新年新愿。牧师，弟兄姊妹平安。今日爱读个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四至十一。上这话，约翰来了，到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水里，洗罪的下。犹大传的话，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旦那里，圣经他们的罪，到约旦河里受他的水。约翰给骆驼摸的衣服，又来陪大，捏的是黄汤牙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到我以后来的灵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王耀，给他改耳朵也是不配的。我是因罪极惹梦时衰，得却有人下令给我们洗水，耶稣受洗，也那时耶稣从加利利拿撒勒来，到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水，他从水里直上来，就抬起他离开了，下令凡事各自降到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了。”感谢主。这些学生姐妹啊，读圣经，咱今日所读的是读马可福音。啊，头一章哈，也是咱开年主日头一段个圣经，咱来宣读个。今日呢是咱个头一个主日，头先咱所唱个诗歌，新年来到了，咱来有一个祈祷，所以就是到新年呢，咱希望呢有大家咱个祷告。我唔知你心里个祷告是啥物个，那较侪就是向上帝祈祷呾，主啊，予我心里有新个恩典，予我今年心里身体健康，要予我个家庭啊，家内大细，大家人也得到平安，咱大概就是做啥个地祈祷吼？唔知有人祈祷呾，上帝啊！今年二零二四年，祝你那个日子到今年好嘛？啊，我咱当当真侪真久了哈。那有人能亲切到咱个声音大，咱有个祈祷是大，主啊，你美美来哈！到今年你美美来，这个世界真正个混乱，咱人个心如来这样。也看到真正个啊，真正在杂压，咱也唔知这个世界将来是长啥样，咱也只知道只有主耶稣再来，才能够归光啊，真多个门对哈、啊。所以可能有人安尼个祈祷，无论是长啥哈，那就是求主和咱新个一年可经历主个人当道。赐给我们无论到什么个啊，艰苦当中，咱有主个担当，和咱有心当有个稳定，有一个平安啊。咱来再一次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了带领我们进入新个一年，愿主乐给我们每一个人恩将加恩力将加力，奔跑头前。乐为我们而别该逆境，
伫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们拍开这个声音，聆听主那个话，无论是讲个、听个，都得到帮助。高耶稣的名祈祷，阿门。咱所读的圣经，有一个真正明显的主题，就是悔改啊！悔改，咱该做，求上帝帮助我们。当咱悔做悔改的时候呢，上帝的赦免就临到我们。所以，咱头先所读的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四到十一章，这几章的圣经记载了使徒约翰到高更这个约旦河的旷野讲道，伊叫人悔改，准备接受爱来个弥赛亚，就是救主。圣经怎呢答呢？圣经答：犹大传递或传亚罗撒那个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并且到约旦河接受约翰为他们解水来。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是随心革命的意思，也是回头回头的意思啊。悔改就是咱对每一个人的生命检讨、检测、检讨，到今日新一个一年开始，和咱整理咱心中该熟练的状况。到咱个内心有啥物，咱家己应该整理，或者是爱清多个，咱来做一摆个这个整理。或者有人答，心里应该有新个气象，有喜庆，个这个充满个气氛。其实咱真侪人都准备过年个时候，咱。这个新疆差不多要来了，差不多过一个月就要来。真多人都准备咱个新疆的时候呢，就是大扫地哈，也就是大扫地。水土啊，水土，不是，不是大扫除啊，水土哈，OK， 水土哈。安尼，咱就是即将卖个、卖地个、哈、派个、雇个，不能够再用个，咱就割掉，有无？咱也是安尼啊，咱也是做啥啊？咱个心内心，咱有真侪是雇个、派个习惯，咱也着爱整理哈，咱就割掉。派个旧个这个习惯，无好个，跟咱个信仰无变样个，做基督徒唔应该有个，咱就甲伊割掉。安尼咱希望呢，咱个心得到清洁、净罪啊，来准备新个一年。我唔知你有注意无？你那是搬新厝哈，你对新个徛起个地方，你真满意？做你真满意呢？因为真正做哈，应该有个，拢已经有了哈。无一项物件呢是多余的，多余个啊。应该，咱都已经买了啊，已经摆好晒了啊。到什么地方，咱已经做好好了。所以你应该啊，好一个小念啊，你来做准备啊，给补充。啊！以后你才得爱来大扫除，叫什么呀？草一朵啊！我想我是大扫除，啊！你知我大什么解了哈？啊！你就照这个小伢来准备哈、啊，来准备哈、啊。因为做呢，咱日子过哈，咱如来家的咱所徛的地方呢，如来如水。啊，如来如外，咪该呢？做呢？因为咱加真侪物件啊，这个爱，那个爱，这个买，那个买啊，咱就放这个，就放那个，咱规间厝呢摆个满满啊。
所以你若是过年的大扫除哈，大扫除哈，你就做呢吼，你就将鱼做应该来小鸟捡出来啊，捡出来它，哎，我就爱就是安尼啦，啊，将无爱个，甲这个小鸟无朋友个物件，该割掉啊，该丢掉，安尼你就是保持哈你清洁啊，真正家己真正满意哦，倒转到你新搬入来个时候。哈、啊，你个新家就是这样，啊，大家看到哇，你搬新厝啊，真影真整齐，真好，真光明啊！因为我最近才搬厝啊，11月3号个时候咧搬厝，搬个新家，大间个厝搬个小间个厝，真麻烦个，知无？哈、啊，真侪物件你爱割掉，无地方家你搬，哈、啊，无地方搬咯，好，你都爱割掉咯，所以我就紧紧个。好一个小人啊！以后呢，如来如做每件个时候啊，就将一个小人捡出来啊！我卖这个卖地这个哈，给它夹夹掉，安尼就保持王尊王来个形象。所以悔改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头啊，我倒转啊，以在上帝创造了个时候，那是照上帝个形象，加一个方式，一个样式。所做的，那应该就是时时检讨我离开主我的上帝造我的时候，本来的形象是做甚个？安尼我就会才倒转原来的我。咱真侪做妈妈的，啊，或者是那个太太妻子，你回想者，伊做你正那个老囝。啊，正出世的时候，你真小伊哈，大概那阵真可爱啊，真样，就真那个真正那当时咪个那出名哈，那出名哈，那个哇，真好真好，个该腻者，那真腻者哈，真欢喜。做呢，因为是伊是正正刚刚从上帝那边赐给好了个。伊只出世到这个世界个，伊是上帝赐予了个，伊从天上来个，所以咱看到这个小婴孩，伊个样式是上美丽个，上靓个。但是呢，咱在这个农家呢，愈来愈大个时候呢，有时伊就变狂了。我个集中了，除了伊在个分享哈。你已经一再的形象，让差真远啦，让差真远。所以让咱就爱时时爱多等想到上帝开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让本来的形象就是让真像上帝，让像上帝，对吧？所以那个农家，那应该是真像伊爸爸妈妈，不是像阿爸就是像阿妈，啊，因为。是伊生出来个，是伊个生命个寄宿。人也是就生，人有上帝个生命，都人等等，人应该像上帝，唔应该如来如母唔像上帝，那就是那唔对咯。那就应该倒转，或头倒转，就是悔改个意思啊。好，所以呢，到马太福音19:13，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欢笑祈祷，门徒就责备那些人，唔卖好一人，多一人个小孩子来亲近耶稣。耶稣马上就答：“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都听过的，正是这样的人。”那他耶稣在几次提醒了，提醒我，人应该是亲像小孩子。因为那是刚刚从上帝那边来的，那应该倒转来看小孩子个一个单纯、纯洁、简单，无真正个亏杂，无真正个复杂，那应该是真正小孩子，小说真正个简单个心肠啊。那中文哈，中文哈，那看这个回归是。率心革命哈，表示什么个呢？
咱个心率热啊，欢喜多动，往来个清洁，你睇到无？回归个意思呢，将你个心率清洁，本来伊是清洁个，本来是真正个，美好个，因为如来如那藏，如来如无好退，你就爱来将伊率你个心，所以那当率心。然后呢，革命，革命是甚物个？原来啊，咱本来是有一个飘着美好的命，是以后呢，变作如来如排看，如排看，变作甚物明目全非啊，面目全非啊！真侪咱读书的人哈，读册人啊，读书人，咱有一句话答：一日不读书，面目全非啊！面目真正可怕，所以咱读书人啊，每日都爱读书，因为伫这个册内边呢，教导人做人对待事做事该标准，做事咱就揣多等，咱应该有该咱该款式嘛，哦，所以读书人应该咱当什么？知书明理啊，知之明理啊！你读书了，你就知道道理。所以，咱每一日读书，特别是咱信主了，咱每日应该读圣经，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呢，再一次提醒了圣经，叫你来教导了，做这个上帝所喜悦的职能啊。所以咱这个率心革命是真好个字哈，所以咱有三个真正重要个啊，可能个活头多长，咱都能够应该有个上帝个本相哈，上帝个形象个一个样式。头一下呢，就是咱必须向家己来认罪；第二呢，向咱得罪的人来认罪，第三向上帝认罪。所以你爱回头倒转，做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人，上帝所喜悦的子女，你会记得，咱今年新的一年开始，咱做一个祈祷，主啊，我就爱为我家己来罪，我爱认罪，向家己来认罪。第二，我若有得罪人，冒犯了人，我会记得，我会求伊来原谅我，求伊来赦免我。第三，我向上帝认罪哈。咱来翻头一点，咱必须向自己来认罪。真奇怪，大多数的人呢，对家己该做啊都唔认爱。咱就是找借口、找理由。来将自己家己所做唔对嘅事呢，甲伊推辞，咱就否认，咱卖承认，咱做错嘅事。咱做爸母嘅，咱也知，咱家己也做过一个农囝，咱做唔对事嘅时候，爸爸问：伫点做嘅？大概咱唔是我，有无？哈，明白个，咱就知。咱做爸母嘅，咱知虾米人做歹，虾米是歹哈，咱做唔对，咱知，咱三四个囝，咱哪知？啊，咱问是虾米人做嘅？大概咱个唔是我做，安尼无人做啊，做你会安尼？啊，咱就是就是，啊，咱有罪呢，咱卖认。其实呢，真侪人呢也想办法，也看家己该做，躲避家己该做。就算是这个证据和勘察啊，就是真正明显是你做嘅有证据了，也是爱找着这个理由借口来找这个退罪各样，来合理家己所犯嘅罪。所以有些人听报纸、听新闻。法官问：“你做你伤害人，因为我有这个忧郁症啊，我心情不好啊，就是迄个病啦、啊，害我去害人，啊，我可能去拍人，
好，我来去想到咱，咱找理由啊，唔是我本身爱个，是因为迄个病，哈、哦，来刺激我才做唔到个事。咱希望呢，法官安尼呢，会较轻判我们个罪行啊。如果传到某有真罪个时候呢，咱传到这个报纸，这个人呢，哈、哦，害到安尼，咱害到把咱真惨。伊应该理由呢？你听到就会笑，你听到就真叫可爱个人，用这款个理由来加强家己个罪行，真正是咱真正唔对。就你咱来听到有个国家，比如美国啊，一个学校有人拿钱去开枪来杀死人，警方了着伊，法官问伊：做你会来开枪？太死人咧！伊是你个老师了，知无？比如讲，我唔是有心个，因为这个行业个压力，啊，我个这个读书读个无好，我真正无名字，啊，真正有这个压力，所以我不得已啊，我爱请人来出气啊，我就安尼来做这款个措施，安尼也是理由。路加福音十五章，让当浪子回头的时候呢，让看到这个浪子，当伊甲伊个父亲托伊当托伊个爸爸应该和伊个这个商量啊财产，伊父亲都阿未离开这个世界，伊就先爱托伊个这个财产。这个神经家让亚洲人让中国人犹太人也是亚洲人真正未暗一个传统文化的回算是当这个江北无多的时候呢，他老落的爱好是在这点就是一个意思，爱好你做罪也是一个意思，可能这个传统呢大件长子可能是有卡两分啊，其他每一个那一分，即是已经是贵掉。不过也多少是等于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才会得拿着一个遗产。但是咱看到伫圣经路加福音中，就这个细上细个囝啊，两个囝一个大兄，一个阿弟，即阿弟甲阿爸的，我爱我个双眼。啊！热心害我，我出去发展。伊阿爸就将就叫什么？讲袂赢伊个囝哈，就将伊所以后所得到个就先送予伊。当伊阿离开伊阿爸遗产了，可能伊想，我爱证明，我唔免我白清，我家己会创会建立。我家己的事业，把那把个囝呢，可能是败家子，但是我唔是，我爱证明我一定会光宗耀祖，所以伊就肯定爱离开阿爸，离开这个家，一出去，无想到呢，伊将阿爸和伊个子仔呢，花个无存了，伊变作。一个真正土笨的人，伊即使呢想讲爱当阿爸个厝，当阿爱当来个时候，伊想我用什么理由来甲伊爸亲打？我即种爱当来，都当到阿爸个来，伊想，伊想到一个理由，也是真正个理由。一旦我爱甲我阿爸打，阿爸。求你原谅我，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上帝，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你是我的父亲。我希望你唔免将我当亲像你个囝做甚，把我当作是你个工人就好，你好我有机会回来。伊安尼会认罪啊！伊对伊家己认罪，伊个希望就来了。一个人会认家己该做，伊个希望就开始。
真侪时候，伊家己唔卖怨怨念自己家己，是因为伊卖认罪。一个人卖认罪，伊家己伊无罪，伊无需要把那个赦免，无需要上帝个饶恕。所以最要紧个，让心个整理，让检讨。主啊，你帮助我，我若是有啥物袂惊，我家己爱先认罪，求你饶恕我。第二，咱就听到一个人爱歪头倒转，找着上帝造他的形象，甲伊个方式呢，伊必须向受害个人认罪。今日个人呢？想个轻松对受害者道歉，就当一个说你就无代志了，当就是我当说你了啊！得罪个人，人向得罪个人道歉认错是当说你呢。我甲大陆听有些人用这个对不足那个这个字呢，较轻啊，较随便哦。有时我听到当这个叫什么？行人道哈，行人道，即阵有真侪迄款叫什么送食麦个，迄个车无摩托车，伊人看到，伊人其实伊人是行人，行人行人啊，人行人行个路啊，迄个毋是马车路，迄个毋是汽车路，也毋是摩托化个路，但是伊就是看到人行路个这个行人道，伊个真咩？因为伊爱赶时间嘛，爱将这个食物慢慢送到人嘛。伊有时无怕流，你是年轻个是老人，那老人是怎说？啊，有时那个耳孔较听无，伊家己叮叮叮叮，那就听无叮叮叮，那叫人惊。伊掠做你无听，伊叫你刷开刷开，伊掠做你无卖听卖刷开，伊就硬是安尼，家己安尼顶到你身边走来。咱跪下次跪下拜，咱看到报纸呢，有老人就伊安尼，予伊，吼，叫做弄倒啊，就受伤了。啊，伊较侪是啥物？个真侪是家己当哦，说你啊，说你，说你，就赶紧过赶走咯。伊还去赶紧将一个物件送还咱。乐听乐是怎呢？伊无操了啦。伊当我已经家己当说你了，你过来我做呢。其实呢，咱就知有时吼，这个说你对不住哈，唔是真心诚意打出来的。总而言之，我传报纸，有一个老人，应该是七十几岁，伊真爱运动啊，伊走这个马拉松啊，走远叫咱走四十六个钟个迄款哈，跑走个。伊真正健康个人，一个老人真爱运动。当日都去走，伊有一日去爱找一个朋友探病，都爱探一个朋友坐一个摩托，有一个花车个，伊爱滑多半啊，就是滑正半啊，伊无注意这个花摩托个，那到伊头栽，就是伫伊头栽呢，啊，伊就无注意，就安尼滑安尼滑出去个时候呢，伊个车碰到伊这个摩托。摩托是做啥个？咱坐车是铁包我们，你坐摩托是你包铁，对吧？所以一弄出去，伊就规个咱晃出去，伊就安尼就昏迷不醒，就去医院休养，为滴伊个囝、伊个家内个人来照顾伊。六年啊，未醒啊，六年啊，伊又回呢？照顾伊个人呢，大概人每一日来去看伊阿爸，这个人受伤呢，报纸打，迄个弄着伊个人呢，无一日去看伊，也无道歉，也无担心伊个，可能伊就是到法官法庭判伊，罚伊一笔钱，阁罚伊两个礼拜坐监咯，安尼伊就无事咯。但是这个老人家本来是真健康的，一个来个人呢爱服侍这个老人家，本来伊是快乐的老人，但是因为有人无小心，有人
初心，有人安尼看个粗鲁来用这个交通工具，将这个新疆看个老人家弄个就是，有道歉不？无，可能伊去就打 sorry， 伊就走了咯。sorry 叫做你对得罪个人道歉，这个真正个水平啦。各位真罪的时候呢，人得罪别人，人不在伤害到伊。有时啊，牧师去探访，昨日人个回友真久无来，当你探伊、听伊个心声的时候，伊就打出来了。一个牧师，有人造谣，无影讲打个有影呢，我就真正伤心，我受真大个伤害。我无去做这错事，伊都到后尾无问清楚，伊就将这个无影个代志来形容我，我就真正其实我唔爱去加灯咯，我唔爱再来加灯来团开咯，唔爱来参加这个聚会咯。我讲你有去北京礼拜灯做礼拜无？伊讲我也唔爱去咯。啊，你睇，人有事呢，人得罪了人，人大想讲先。碎石消失啊，不要紧。但是可能你伤害一个人呢，就按你离开上帝，离开家灯，离开主。所以，咱求主帮助，咱检讨哈，咱碎心，咱个心该碎清气来看一下。主啊，我若是有得罪了人，我应该大道歉个，求伊原谅我个，我就应该去做。第三。人家要向上帝认罪，一个人要向上帝认罪呢，上帝就开始饶恕伊。那今日有下场，那有一段是认罪文，唔知你记得无？啊，人家人得罪了上帝，也得罪了人家厝边，人无一个良面个心，那叫上帝赦免我。所以，那有一个一段，人家你该罪已经得到赦免了。那个回忆也反倒等对牧师呢，乐该做的得到赦免，那就是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个就是耶稣讲大概哈。那其实呢，那古早册也有安尼一句话呐，啊，孔子个学生曾子，伊就说道：五日三省吾身，为人无日不动吗？而朋友高日不幸福，不幸吗？汤不幸吗？意思是什么？就是他这个曾子啊，孔子的学生，伊就逐日我都爱三拜三次来检讨我，看我有犯着什么错唔对？我有离开做这个君子，做这个圣人的标准有多远？那是我已经离开这个君子的标准，我就慢慢往跳倒等。所以呢，我一日三次的检讨反省自己。所以，人生头先人说，他个根本啊，时速一很大，每每回归，因为到我以后哪一个比我更加大个，你要准备迎接伊，迎接伊。人到了咯，新个一年，你有甚物个希望？你希望是甚物个？人今今日根本个，人是希望到主啊，你再来。你慢慢来，我准备好了，随时迎接你，你来。所以求主帮助人吼，人到这个新的一年，人希望有新的意思，因为主耶稣爱再来，人希望人以真正的预备好来迎接人的主耶稣。所以人今日呢，做礼拜的时候呢，又惊各惊这个圣餐。就是在这世界天青乐教我，主要说为着你，为着我该做四到十二个，为伊来牺牲，来担当咱该做。咱卖安尼听着这个道理就满意啊，咱就真正感激，咱就爱有回应。主啊，你既然是为着我该做四到十二个，我实在是来到你面前检讨、检测。求主你赦免我，我有什么该做？我爱认罪，我有什么人我得罪伊？主你帮助我，我该信心、该勇气来去向伊
认错，我也向上帝认错。好，咱来当心祈祷。主耶稣，感谢你，从新的一年开始，听见世俗约翰到拿撒勒转来向耶路撒冷的人、犹太传地的人来化解爱悔改，因为主弥赛亚爱来到。人今日也是着生，人在主耶稣的应许，你爱再来，你来的日子更了。准备我们的心，和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准备好，随心革命，给我们准备主的随时来。我们感谢了，给我们到人世当有真多少我们的家来的人，那个儿女啊，那个妻子，那个丈夫，那个父亲母亲陪伴我们行这个人生的道路。主啊，你保守因人，赐福给因人，给他们也到新的一年有新的祝福、新的恩典。等我们要准备来领受圣餐的时候，再一次体会上帝你的爱、你的怜悯。主耶稣基督到十字架顶为我们牺牲的爱，这个大疼大恩典，帮助我们的心，给我们时时回想主乐到我们心当的本意，给我们荣耀乐的生命。我们做圣的祈祷，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